老师带学生去到国内参观一间小学，翠香喺度同当地一个小学生交谈。翠香讲粤语，国内学生讲普通话。很高兴认识你，你们香港的小朋友真幸福啊！系啊，我哋香港嘅小朋友真系好辛苦啊，又多功课，又多课外班。那这次是你第一次来国内交流吗？系啊。你害怕吗？唔惊。你真是一个独立的小孩子。咩话？你话我独立？我不是这意思，我是说你很独立，比方说。你早上起床后可以整理好自己的仪容，不用老师操心。咩话？你话我整理自己嘅仪容，我有咩得罪你啊？点解你要喺度咒骂我啊？你误会啦！哼，我走啦，唔好再缠住我啊！翠香真系要改善下佢嘅普通话啦。小朋友话佢幸福，就要嚟话佢辛苦；赞佢独立，就要嚟闹佢独立。我佢整理仪容，佢系听咗整理遗容。幸福读做辛苦，辛苦读做辛苦，独立读做独立，独立读做独立，仪容读做仪容，遗容读做仪容。虽然仪容和遗容的发音相同，但我们 跟人交谈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对方的意思。